买啥呀？吃啥呀？不是买啥吃啥的问题，洗漱用品、毛巾、牙刷、牙膏，嗯，然后餐具、盘子、碗、筷子。不要往酒里面走。我买水，我走过了。你买啥呀？这不家里有了吗？黑胡椒和盐、啊。盐不是有吗？黑胡椒有吗？没黑胡椒，你可以只买黑胡椒啊。盐他俩一起卖的，他绑着卖的。绑着卖，这儿不有黑胡椒吗？这儿呢，黑胡椒、白胡椒。我家就这条件，一买必须盐、胡椒一起买。越来越像家长带孩子出去了。我觉得他马上就要去买饮料、泡泡糖那种。用这种小的吧。可以。要不买这个四个装的吧。那行行行，买吧买吧，就它了就它了。哇，两个性格来的，两个世界。真的。湿巾要不要？啥都可以。你这些玩意儿要不要？啥都行。我买了那个白的，差不多都能吃。要不咱们就买这种，我的都可以。这现在有一个问题，这碟子啊，它都长这样的，我买不下手。丑是吧？对。这样，这你去那边，我买，我拉拉你会用就好了。我来就好了，这种事。确定吗？特别好，这特别好，能装不少东西。还好啦，还好啦，还好啦。我觉得可以买点这个吃吃。行啊。核桃要不要吃？不要核。可我想。那你拿一下。牛肉干要不要？不行，这个牛肉干必须吃。这个可太好吃了，这个你吃过不？这个我太爱吃了。光背了已经。老黄，椰子搞两个喝一下吧。这雪糕看起来挺好吃的样子。呀，我要吃这个罐头。多嚼了一点。牛奶得要，这个好喝。果汁可以买。哎呀，这样笑到晕眩了，笑死我啊！